你吃饱了？嗯。你怎么就吃这么点呢？不能再吃了，再吃肚子就爆了。可是我都还没吃饱，我还没吃完你就吃完了，显得我多能吃啊。再吃点。哎，你不是说给我买东西了吗？我给你买了好多点心。哪呢？唉，都让我吃了。你全吃了？嗯。那你还能吃下饭啊？我这不为了陪你吗？实在吃不下。大头，你对我真好。是一个非常可爱、非常天真、很善良的一个女孩。我是个坏男人。其实，我找到了你的钥匙。觉得我不应该对你撒谎，我对你撒谎，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允许你不要找到钥匙。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不管是婚姻还是什么束缚，一切都要为真爱让路。更何况那只是一个假的交易，那只是一个假的交易。你要回答我的只是一个问题：你爱他吗？我爱他，爱不爱？你怎么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去找订菜了。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啊？我给大头打电话了，他和丁三在一起呢。哦，我先见的丁灿，他才找的大头。是刚刚打的电话。管这么多干嘛呀？你是不是去见谭一涛了？我希望你和他接触保持点距离。感情上的事儿，我自己有分寸。哎呀，我说的不是感情上的事儿。我说的是RED 的事儿，他推荐那公司，我打听过，规模很小，而且有很多不良记录。公司新的方案我也看到了，需要的 RED 屏不止1000屏，开销也很大，所以你跟他接触要小心一点。你放心吧，工作上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。
术业有专攻，还有很多你不明白的。但是，我肯定会帮助你。晚安。再考虑考虑吧，这根本就不算事儿，这挂在眼皮上的钱一眨眼就到手了。哎呀，行吧，你考虑吧，老爷们办事痛快点啊，抓紧啊。嗯，好了。康健啊，谭总找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会展公司的文件检查过了吗？怎么了？好像有问题。康健，你怎么搞的？怎么能够将两种不同规格型号产品放在一个表格里呢？现在会展公司已经完全按照我们公司的要求做了，我们公司最少损失一半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，谭总。对不起就完了，对不起就没损失了，对不起有个屁用！谭总，我再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把做错的地方修改一下，尽量把损失降到最小。降到最小也是损失，你知道吗？我作为公司的领导，必须做到公私分明，奖惩分明。这个月的工资你不要领了。啊，谭总。啊什么？你也是一个部门的主管，你如果起不到带头表率的作用，怎么服众？出去。哦，好。出去。你说够了没？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我今天倒要看看谁他妈能把我弄死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不干什么，你先回去吧，别让人看见了。我回去，要你和我一起回去。你还怕我跳下去啊？我就那么脆弱吗？走吧，走，我答应了。走啊！梁子，我康健，那事儿我干，五五开，公司跟李月彤那边我来搞定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
哎呀，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们公司负责这次活动的负责人李月彤，这位是梁总。你好，梁总。你好，久仰大名啊，女中豪杰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您过奖了。我刚刚看了一下工作的进程，非常好，已经开始接线路了。我先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顶级工程师韩东。你好。你好。由韩工程呢来负责咱们 LED 全部项目的具体事宜。我们这个活动啊，质量非常的重要，大家都很重视，所以麻烦你们多费心了。嗯，这个您放心，计划呢明天就开始装屏幕。咱们这次用的产品都是咱们公司顶级的，而且我可以用人格担保，如果这次活动出一点事故，我梁子一分钱都不要。梁总表态了啊？对呀、啊，太好了。哎，那谁啊？谁啊？那个看咱们 LED 的那个，张铎。张铎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们这批 LED 绝对有问题。同样的产品，它的传输线不一样，就这点事儿啊，兄弟，这你可就外行了。你看，虽然说是同一个型号的产品，这产地不同，接头当然不一样了。这就好像我们从国外带一个手机过来，你能直接充电吗？这个你问我们韩工程师，他是这方面专家。那把盒子拿来我看看。这个恐怕你没有资格吧？那我就怀疑你们以次充号。张铎，明天这个产品就要进场。产品好不好，我眼睛会看到。谢谢你的好意。我是为公司考虑，为了安全着想，我必须管。哎，这位兄弟，你是来搅局的吧？把所有产品的合格证都拿来我看一看。张铎，你是不是觉得对于这个活动项目，我的责任心没有你强？李月彤，问得好。张总监和各位，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李总监承办大型活动的能力啊，在咱们整个蓝色公司是无人能及的。所以说，我认为李总监的判断肯定是最准确的判断。谭总，可是事实……放心，事实并不重要。以李总监的能力、阅历来看，如果李总监看错的话，我宁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谭总，张总，这么晚了不回家，在这儿溜达什么呢？等您有点事儿。找我有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你是在追月彤吗？对呀。啊。哎呀，如果你真的爱他啊，真的想对他好，嗯，我求你保护他。张铎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我觉得我一直在保护李月彤，竭尽所能的给他安全感，让他放心。那个 LED 的事儿啊，你明知道有问题，但你不去阻止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张总，你说我说你什么好？首先，我是蓝色的总裁，公司的决策战略事宜我可以全权做主。李月彤是 LED 这个项目的全权负责人。再者，爱一个人要相信他。反而，我认为你的处理方法有问题。李月彤的个性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。你在这种场合用这种方式直接去批评他，他以他的个性受得了吗？我个人认为，爱是相信爱，对吗？你这不是相信，你这是纵容啊。张铎，在这件事上我们争论下去没有任何意义，是纵容是爱，看结果。谭总，你的意思，我不参与这个项目就没有这个话语权是吗？从公司的规定和制度上来讲，这个话可以这么说。那我要参与这个项目。行，你的良苦用心我非常理解也能体会，我擅自做主为你破一次例。不过李月彤怎么想
我不敢保证。想做这个项目的安全总监，李月彤的工作由你去做。怎么样？今天晚上就睡在我这儿了啊，那个明天他说还有很多的重要工作呢。哎，我这不是离家近吗？省点时间。啊，行妈。那个，张多啊，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？没有。那个，我爸身体好点了吗？嗯，还是老样子。妈，你明天提醒一下月彤，让他早点到公司。哎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没什么事，我挂了。再见啊。听见没有啊？让你明天一定要去现场。知道了。是盯着一些细枝末节的。人家这也是为你好啊。关键是，他总是反反复复提醒我。这事儿我明明就知道，搞得我像新手一样。哎，彤彤，这你们年轻人结婚以后是不是也有叛逆期呀？哎，前段时间我觉得你们俩挺好的嘛。你是不是有外遇了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。生活稳定才是事业兴旺的基石，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。其实这过日子啊，跟谁都是过一样。世上人无完人，哎，就算你看不上张多，你换一个，那也一样有缺点。人无完人嘛。妈，我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，我要睡了，你让我安静点行吗？行，我走。不过李月彤，我提醒你啊，我可是觉得你现在的状态不对啊，不对。这老师太厉害了，眼睛比 X 光还毒，我只不过稍微分了点心，就被他看出来了。是昨天的对，后面这个。李月彤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你拿我说的话当什么了呀你呀？能不能长点心呢？张总监，对不起啊，这个阶段的账我今天必须得报上，而且只有月彤最清楚，所以她必须得过目一遍。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会安排。我不管你怎么安排，你千万要对得起这上百万的投资，好不好？哎，张总，你干嘛呀？我不需要你教我怎么工作，我在做我自己的事儿。你出去。
去一趟现场吧。哎，玉彤，你是不是被张铎说动了呀？这康健一早不就是去了吗？他你还信不过呀？再说没多少了，再有一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。他们这搬货运货，时间还不准时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再看一会儿。哎呀，我还是去一下吧。对不起啊，我明天再看，我明天一定看啊。哎哎，玉彤。P6大皮，好，慢点啊，放那边就行了。老弟，二，老弟，哎哎，怎么了？那女的怎么来了？谁呀？那不李月彤吗？哟，还真是她，我已经叫人拖住她了呀。你快，你快，快跟我大家看看。来，你们干你们的。小心点啊！好，小心点。来了。哎，那个。哟，小李，这么早就来了。是啊，那个 LED 屏都正在门口卸车呢。哦，这进度够快的啊。好，合格证都带了吗？哎，月彤，这边我来盯着就行了。我看你也挺累的，你先去休息一下吧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来的。合格证都带了吗？带了，带了，都带了。你别见怪啊，这是公事公办，一一检查一下，也有利于我们以后长期的合作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你说的有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开始检查吧。啊。哎呀，你还不能检查，小磊。这个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昨天呢，谭总跟我交代了，让张总监负责验收啊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是有这么回事。张铎，张铎吗？不可能。对，张铎，要不您问问张总监。张铎，张铎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他们说的没错，谭总的确让我接受这批 LED 屏的验收。你不知道这是我负责的吗？我三番五次嘱咐你，可你就是不听，所以没办法了，我就……这也不重要。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项目上吗？你最后怎么能插一脚呢？我也是为了你好。行，算了，我知道了。张总，你要不去跟他解释一下？算了，继续验收吧。Hello， 史密斯先生，我是宇涛啊。您放心，这个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，一切都在按照原计划进行。好，那就一会儿见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月彤来了，怎么样？那个 LED 屏都验收好了吗？您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谭总，你为什么让张铎临时来验收所有的屏幕？哎呀，月彤，坦白跟你说吧，初次下策，我也是被张铎逼的，他非得要这么做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项目由你负责。你也知道，全公司上下所有人都知道。可张铎却说这 LED 屏有问题，非得要来做安全总监。如果我不批准他这么做，他说这是我对你的纵容。那你们既然都决定了，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他说不让我管了，一切他会先解释清楚。没事，没问题。张总，那就太好了。您觉得没问题，就在上面签个字吧。这个项目是由我负责的，应该由我来签字。哎，李总，李总，谭总不是交代过了吗？那这事由张总监来负责验收啊。张总，你验收好了吗？啊，验收完了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既然没问题，就马上签吧。哎，不是，那个谭总说了。不是谭总说了。我刚刚找过谭总，他说张总监只是走个过场，这个项目还是由我来负责。其实这本身就是满足有些人自以为是。
我签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那我们也走了。好。哎呀，你行不行啊？没问题。这不行就算了吧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选择，我快乐，我要挑战。加油！你这是加油吗？你这是灌水呀！教练，我开始。准备好了，可以攀爬。嗯。走。慢点啊。走。觉得我要坚持这么攀岩下去，哎，你看这块儿，明显就往出长，看。你就是欠练，以后必须得坚持。多大？多哥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我女朋友。谁是你女朋友啊？我答应了吗？你袜子还没卖完呢。这一万双袜子卖完以后，我就娶你。哎，现在剩多少双了？还剩个三四五六千双。剩的给我，我买了。然后呢，帮助你完成你人生最幸福的心愿，娶了丁灿。谢谢你，多子。我自己的事儿。我自己完成，行，有膈应。哎，我郑重地问一下，代表丁灿，你到底有多爱他？要问我爱你到底有多深，袜子它可以代表我的心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赶紧回去卖袜子吧你。多哥，你今儿怎么有空啊？我这是无事一身轻呗。那事儿我也听说了。哎，不过多哥，这次你可学聪明了，不辞职了。干嘛辞职啊？我是越挫越勇。我答应过一通，不能再意气用事了。你们两个呀，还真是应了一句话，不是冤家。多大？你得向我学习。男人，敢想敢做，敢爱敢恨，敢当，是不是？不有那么句老话吗？
叫自知死地与后生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赶紧把舌头捋直了再说。这一恋爱舌战不好使了呢。说句心里话啊，看咱俩现在这么幸福啊，真羡慕。多多，你也别羡慕我们俩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支个招。这女孩吧，都喜欢浪漫，要不然你带月童去海边转转，俩人在海滩上散散步，这多浪漫啊，是不是？好主意。哎，咱别搁这说了，咱去吃点饭吧。走。我就不去了。你俩挺好的，我这不一个大电灯泡，我这数啥呀？哎呀，走吧，你快。你咋那么黑？一点也不带。支支招去。还得再说两句，真是我今天非常激动，我真没想到，太成功了，感谢你们，我们这次太成功了，我敢说这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，也是我康健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次，我敬大伙，我敬你们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我干了，我干了。你别干了，康总。哎，燕子，没事儿，今儿高兴，高兴就得多喝点儿，对不对？高兴啊！啊，哎，倒酒呀，小罗。哎，小罗呢？啊？看见小罗没？刚才就没看见他。还有，谭总和李月彤也不在。哎，别管。你弹得真好，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你今天晚上贡献了一幅艺术品，我想天底下所有的礼物都代表不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情。你喜欢我的艺术品吗？岂止是喜欢，简直就是欣喜若狂。
你的琴声很好听，但是我在里面听到了忧伤。的确，我内心充满了忧伤，就像有欲要喷发的岩浆，在我心中熊熊燃烧，天天厮守着自己最钟爱的人，却好像远在天边，找不到长相厮守的感觉。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事情？唐一涛，如果是我伤害了你，对不起。不，不惜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。我不认为你仅仅是伤害了我，其实你也同样伤害着你自己。在你的内心深处，比任何人都清楚，只有我谭玉涛能给予你终生的幸福。不是吗？你喝多了吧？月童，我所说的每句话都是肺腑之言，绝不是醉话。也许我谭玉涛处处不如你，但有一点我觉得我比你强，我敢面对自己的真心。你李月童敢告诉我你不喜欢我吗？如果你告诉我我不是，我承认是我一厢情愿，自作多情。你不去否认，就是极度肯定。我说的不是嘴话，是内心话。但我要说的更明白，唯独我敢面对自己的真心。你李月童敢告诉我你不喜欢我，你不想跟我长相厮守，你不认为跟我谭雨涛在一起能够终生幸福快乐，你不否认就是极度肯定。每个女孩都幻想自己穿上水晶鞋，成为白马王子的新娘。进入30岁年纪，我早已懂得那只不过是童话，是美好的幻想。可是老天偏偏要捉弄我，谭玉涛，一个标准的白马王子，捧着我的水晶鞋，以一身幸福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。知道你不爱吃泡面，可以给你精心做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。旅行社说那里是世界上最蓝的海，蓝顶教堂，阳光，海水，沙滩，就差一个你愿意。结婚吧，这也不行。我们结婚吧，是真的那种，真的结婚，你愿意吗？
你真的快要嫁给我啦。